那就是怎么有他们没有别人。香港700多万人口，不是只有这小群人而已啊，只是这些没有出来的人是怎样，你知道啊？是脚踏实地在工作，在为这个社会，好，为这个国家在努力，在做实事的人，不是像他们这边在搞破坏的。我哋而家已经去到咧，翻工惊搭地铁，翻紧工行街又惊会唔会有人围。我都唔知点讲，我好唔开心。依家你要阻住我自由咧？你都系食老豆老母噶咋？我哋唔翻工啊！你食乜嘢啊？你食屎啊！真系。我哋除咗要向暴力说不，亦都要向一啲嘅外部势力干预我哋香港说不，因为只系我哋嘅香港人，只系我哋嘅国家系会爱护我哋香港呢个地方，爱护我哋香港人，想我哋好，所以我哋必须咧喺维护法治，亦都系要维护好我哋一国两制。喺咁嘅情况底下，我哋香港人先至有繁荣安定嘅生活。